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今天又要来爬山啦。今天我们要来的是，我们看到后面那个熟悉的登山口，没错，就是我上个礼拜来北叉天山的那个登山口一模一样。我们今天是要回来许贺威山，因为上次没有许到，我们回来过去来给他补一下。走吧。
好，那么我抵达贺威山了，从下面上来差不多十分钟就要抵达了，所以我觉得根本不像爬山哦，所以等我下到登山口之后，我再决定看看要不要继续添加行程。好，那我们就休息一下，准备下山。